洪顺，你到底给翠英吃了什么东西？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洪顺哥，你这样是要出人命的。翠英，霍尊，不像话，这也叫上课？哎，孔圣人是怎么说的？男女授受不亲嘛，请霍尊赐教。我看这个小先生存心不良，才16岁，叫洪六叫他梁姑姑。造孽啊，洪六还小啊。你晓得这个梁姑姑就是梁山伯祝英台里面那个梁兄哎。想当年祝英台要不念书不上学，也不会出2条人命，害得3家丢人现眼。这个梁姑姑可不简单嘞，净教女伢子唱什么要自由，特别是你那个野丫头再要自由，怕会爬到祖宗头上拉屎的。哎，是个花痴，迷上野男人。气情过度了，谈火接剧，蒙蔽了心包啊。时间没来了，那你看他家在哪儿？他是外乡来帮工的，怕是不会回来了。
翠英啊，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？你有什么话不能对我说吗？啊！我的天哪！这叫怎么活呀？这叫我怎么活呀？啊！天哪！醉英啊！是打鱼的打上来的，真可怜，肚子里还有一个。罪过啊，两条人命，这种人死了也要打下十八层地狱。洪帅，花点钱请道士来打针破血河池。我哪儿来的钱呢？借印子钱嘛，破了血河池找块芦席卷卷埋掉。我看道士就不要请了吧。他有什么罪？还是大家凑钱买几块板把他埋了吧。哎，这二位是？就是上次说的两尺多远。哦，两尺多远。失敬，失敬。大家别愣着，都来帮帮忙。来，大家帮个忙吧。来，给，听春哥，给你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起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，洪春哥，快起来吧。扎翠英这么老实的伢子怎么也变坏了。哎哎哎，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难怪东洋人打来不杀几个祸水横流啊。
我亲眼看见那个梁蝈蝈带着伢子们下湖洗澡，游什么泳啊，光着身子丢人呐、啊！还有那个两尺多远，工人扬言要查一查翠英吃的什么药，什么药？仙丹，要查首先查他。我们先祖从卓洪武打陈友良那一年，两副扁担来到这罗家岭，现在是34代了，代代谱上有交代，小葱拌豆腐，一清二楚。茶，哼，他是哪个庙里的菩萨？什么东西？呸！先搞臭再下手。原我罗岭深乡，原来世外桃源，虽非洞天福地，亦属清净小康。自从二梁涉足，搅得倒海翻江，两尺多远，岂能纵观世事？梁兄虽幼，亦有睚眦心肠，师生嬉戏。哎呀，这不像行通唱忧唱偷情之艳曲，把亡国之声音耳濡目染，熏陶教唆翠英惨死，责人代焉。青天湛湛，秋毫明察，罪在二梁，神人共罚呀。原我罗岭山乡，原来世外桃源，虽非洞天福地，亦属清净小康。自从二梁涉足，搅得倒海翻江。自从二梁涉足，搅得倒海翻江。两尺多远，岂能纵观世事？梁兄虽幼，亦我看看，梁兄虽幼，亦有睚眦心肠，师生嬉戏，形同昌幽，唱偷情之艳曲，耳濡目染，熏陶教唆，翠音惨死，责任代焉。青天湛湛，秋毫明察，罪在二梁，神人共罚。天下若无鬼，何须二郎神？没有靶子，要剑何用？看来祠堂已经拔刀了，下一步就是砍。哎，哎，那你说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哎，我看，还是先避一避。走。对。会来的，会来的，孩子们，我们会来的。孩子们呐，72行原本没有什么贵贱，有人自以为贵的，它不一定真贵；有人自以为贱的，才是真贱。有人希望你们像扎翠英那样，糊里糊涂生，糊里糊涂死，糊里糊涂跳菜籽湖。好了。你们都是聪明的孩子，我不多说了。再见了，孩子们。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孩子们。红柳，你听着，看我学的像不像？小小茶壳，哎，顿顿。手扶你小茶壳哟，叹一声。白日自茶自到晚呐，晚上炒茶到五更。再见，再见了，孩子们。